Hello. Hello. 你们好。这么早，怎么可能睡？家才，我这才11点多。你们如果打算去睡觉了，就赶快去睡啦，就别看直播啦。对啊。不，还是要看直播，赶紧的。我刚起床，卸妆，没化妆，卡吗？我开了，啊，我现在是用那个网络诶，流量诶，不是用 WiFi。大晚上的，想跟大家随便聊天，看看，感觉好像是，好久没有开直播跟大家聊天，然后，对，今天呢就跟大家随便聊聊，对。大家看了那个《From Home》吗？《From Home》movie 吗？《From Home》。呐呐呐呐呐呐呐，From Home，From Home。超级超级，对，我真的是，其实从一开始一收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完全的爱上了这首歌，因为实在是太，怎么说呢？我其实我一开始听呢没有感人的感觉，就只是哇，这首歌很难唱。哎呦，录音怎么来了？对，只是一开始第一感觉啊，这首歌很难唱，但是就是怎么说呢？就一直听，我有段时间我就一直听，一直听，然后因为也是好朋友写的嘛，写的一首歌。对，我的好朋友春妮和 musician Luna，就是 musician 姐姐，一起创作这首歌。然后，我就那段时间一直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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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后面，当我收到歌词的那一刻，对，收到歌词的那一刻，我就瞬间，原来这首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哦。你看，我们所有人从世界就是不同的地方来到这边学习，去完成我们的梦想，对。然后我们聚在一起就不会孤单，不会，哎呀，路易。我这床旁边有个箱子，我这床旁边有个箱子。哎呀，如意啊，喂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呗。我抱不动他，等一下。哎呦喂！打断我煽情，真的是，如意呀。安妞，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ouis，真可爱，你看他会看镜头哎，咦 你为什么不动了？你本来都不让人家这样抱你的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
超可爱，呀、哇，它今天好乖啊，它竟然不会动哎！我平时这样抱它，它就马上就挣扎了，跑掉了，真的。累呀、啊，累。好了好了，放你下去，你去玩吧。刚才讲到哪了？你别躲进那个箱子了，那箱子你进不去了。哇，他进去了。哇，哇，我很想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等一下。应该躲到这个箱子里面去了。哎，可爱。哎 ，OK， 好，回到正题。对，然后反正就这首歌是，特别是 MV 出来的那一刻，然后昨天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。特别是我可能跟你们一样，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人的那个 reaction 的视频，就是大家都会在那个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出来的那一刻，然后就瞬间的就嘣，眼泪爆炸那种感觉，泪，哎呀，我晕来了，直播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看群里讲啦。啊，真是！对，啊，维维真是。好，然后，哎呀，又被打断了，讲到哪里啊？真是，好想讲一个，讲一讲这首歌。哎，我讲到哪了？啊，眼泪崩，对，对，就是我看了很多人的那个对 reaction 视频，然后我昨天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呢，这是 SMV 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眼泪有点就是那种忍不住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感动，就是就这是 MV 加上配上这首歌，真的就带给人那种感动，对，然后好。特别是我昨天看大家的有些粉丝的 reaction 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哭，我也忍不住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也就对看了好多，对，反正这首歌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吧。我觉得对我们来说，对 NCT 来说，对所有人来说，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。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多喜欢，然后对啊 ，MV 的画面呢也是我们特别漂亮，那个景对不对？那个景真的是特别漂亮，海边，然后在那个麦田里，是麦田吗？还是什么田？反正就是田里。然后还有在森林里，然后最后一个画面是在家里，他们一说开玩笑，真的成了家，哎，这对很好玩，就是一个很温暖、很温暖一个氛围，包括海边的那个无人机拍的那个景啊，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真的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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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听的一首歌 From Home， 然后对，过两天要开始音乐放送了，对，要开始打歌了，后天是后天吗？看看
今天几号？20号，对，20号，22号就要开始音乐放松。然后也希望大家，到时候多多来听我们唱歌，就我们的现场版呢，可能会跟这种录音室版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有什么具体什么不一样的啊？到时候你们听了就知道了。哎，跑来跑去，干嘛？你过来干嘛？哎呀！你是很喜欢上镜对不对？你看你一直看镜头。哎呀，给你舒服的呀。你叫啥？那去哪？去吧。他其实对他最近是黑了，就是肚子啊，肚子这一块全部都变黑了，他还是很可爱啊，对啊，他是越长越可爱，然后李昂是越长越帅，贝拉呢也是长大了特别多，对，而且哦，对，而且贝拉现在比以前更听话了，对，非常非常听话现在。看看你们的评论。他们有的人现在还在 schedule 还没回来，现在还在工作当中还没回来。对，然后我今天。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就今天算了，不告诉你们。没关系，不说。哦，对。哎，我刚刚一直戴着耳机啊，真是。耳机摘了，我才发现我一直戴耳机。这个，这是那个我玩飞机游戏的那个红外线的那个感应器，就是它可以跟着你的头的摆动，然后它这个视角会摆动那种。对，但是我好久没玩游戏了，好久没有玩那个飞机游戏了，最近都没什么时间。The city in the knowledge。 哇，这次我觉得这张专辑的每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啊。首先 Make Wish。 对， Make Wish 真的非常好听，但其实说实话呢，除了 From Home 以外呢，这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几首歌可能还有piano 钢琴，还有 necktie， 还有哇 dancing in the rain， 白炽灯 make wish 也特别喜欢，哎，都挺喜欢的，哇，这次对真的每首歌哇我觉得都特别好听。内台也非常好听，大家都听了吗？月之谜，对，内台晚上小声点放。Give me that night time， 早已朦胧遗忘这种孤独的感慨。Give me that night time， give me tha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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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ight time。
我看乌云的一角，看清我心中的月。Give me that nectar, give me that, give me that, give me that, yeah。别管颜色多预兆，随着的时间都涨涨涨。Take a minute, shout out the tick tock tock。于是与你变成光泽，演着乐只是音，追求不舍。人像银白的气味，在潮汐涌起这小星球，寻找着梦的节奏。你的世界。他们说我唱的这句很有魔性，改因为我这次用了一点不一样的唱法。证明你好越般的现在 OK、对，这次感觉呢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改变了一直在改变自己的唱法。对，特别是这首歌我怎么说，有点用那种比较慵懒的性感的那种去唱。当时渐渐的担心的梦来 alone， 月光下不朽，月色纯白，过去未来。对，那他这首歌真的哇很喜欢。哦、还有这个 intro， 太是我喜欢的风格，完全就是因为这张专辑的风格有点像是时间旅行嘛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有点从过去穿越到了现在，然后又穿越到了未来的这样一个感觉，对，然后这首的 intro 其实就有。前面的像专辑前面的五首歌呢，可能都有点就是以前的感觉，然后后面呢就有点 future 这种感觉。非常非常好听，非常好听。OK， 真的哇，最近好听的歌真的特别特别的多。看看你们的，白痴灯啊，白痴灯以前是有我在练习生的时候，那时候跟泰荣哥一起唱的时候，就是，有写中文歌词，那个时候，对，我反正写了什么歌词我忘了，那个时候。So I say you have to 把你忘记 ，So I say you have to 把你唤醒，我自己已经忘了是什么。对。中文版应该不会发这首歌，对，这首歌叫韩文版。对，因为那一次的 Lucas Show 的演出呢，也是唱了一个非常简短的版本嘛，对，所以就那时候就写了一小段，也没往下写，而且这次也没有说会有发中文的版本，然后就韩文版其实也很好听啊，对啊，但其实这次说实话，韩文版就在发音上面遇到了挺大的难题的，韩文的发音。专辑我不用买啊，公司可以直接拿。你们都买到了吗？买到了，买到了吗？还没买到了，哦，过海关了。啊，这次专辑真的是好厚一本啊，像一本书一样，真的。那么厚一本，对，而且还两个版本。那我觉得这张专辑挺真的做的挺非常非常的精致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专辑真的都
做得特别特别的好，就是每一首的收录曲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制作，对，不是随便就是应付呀那样一组，对啊，我觉得每一首歌真的都特别好听，不管是我们 WayV 的还是 Dream 还是127他们每一首收录曲，我真的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，对，所以我这边有个歌单就是 NCT 的歌单，对，里面全是 NCT 的歌。最近其实，对，最近啊，我最近的话，写歌其实算最近算比较少写，因为最近真的太忙了，根本没有时间，而且也沉不下心来最近，所以就最近没有做什么新的作品。等，对，可能稍微有点时间的时候，然后会再，对，多写点歌。啊，陆毅你又进来了。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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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干嘛？你想看我？这光打的，等一下，这电脑屏幕太大了，然后打光一下就完全变了。光呢，对人的脸型啊，还有什么东西其实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头发，对，头发最近又很长了，很长很长。啊，感觉我今天现在是唱不了歌了，因为今天其实有录音，对，有工作，有录音，然后唱高音唱的，然后现在对嗓子需要稍微的休息一下。喝水，喝水啊！喝很多水了，好好休息。其实最近头发也断很多，对，就是换颜色换的比较频繁。最近，你们觉得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觉得我那个 from home 里面那个颜色头发好看，还是现在这个棕色点的好看？别说多好看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快点！双红 MV 很适合你，还薄荷绿，感觉到了冬天了嘛？对，到冬天了就有点温暖的颜色比较好一点。
现在不选蓝色，蓝色那是夏天的颜色，对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边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天吧。OK， 拜拜，晚安喽，大家。